金刚经是佛祖跟须菩提的对话，佛祖曾对须菩提说，等你开悟之后，把金刚经里最核心的四句话解释给世人听，让更多的人都开悟，这就是莫大的功德。那这四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也就是说，菩萨若对自己起看法，对人起看法，对众生起看法，对寿者起看法，那他就不是菩萨，因为这些都是世俗之人，他们不是人们向往中的圣者。第二句，凡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思是说，凡是看到我就拜我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来求我的人，都是执迷于佛祖的表象。佛本无相，相由我心生，执着于幻象的人，永远都见不到如来。第三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能看透各种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，那就相当于见到了佛祖的真身了。所谓如来，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能够看穿真相和本质的状态。第四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意思是，一切能够被表述出来的方法，都不是永恒的方法，就像露水和闪电一样，随时都会破灭。一旦抓住世间的本质和规律，一切表象在你的面前，如梦幻泡影。